他们妈妈爸爸都没院的地方，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情况。我们的少数民族是一天是早晨嘛喝奶茶吃馕，这个没有的话嘛，他们也不舒服。那现在也就是这个厂子里面有馕坑，我自己给他们打馕，这个事情我解决了，现在他们也高兴。我拿出两个方面，一个是我们的工资拿的工资低，还有一个是我们拿出我们地方的工厂呀什么什么都没有，他们闲的时候多，夏天六月冬天工厂也没有，没有收入，然后 我自己努力，我自己一个造了一条路，我选了这个路。他们来的时候，刚来的时候不合适吧？我给他说，我们也刚来的时候就是那气候不一样，水不一样，一个地方的地方土都不一样。我们也刚来的时候这样子，你试一下，一个月两个月，一会儿还不适应的话，可以回家。你先把好好干，一会儿慢慢他们也适应。丫头去年刚上学了，所以我知道我自己给压力，说现在干一直干。我儿子丫头上学，身体好的话，他们上学完了，毕业了以后我放心。你期望他们到哪儿工作呢？哪个地方来都可以，哪个地方去你好好干，你学得好，有本事，按国家的这政策规矩，做的话，哪个地方都有位置。给他们这儿说。